你知唔知道有一个人为咗你嚟到呢一个世界上呢？陈一华牧师喺呢个十二月提出四个问题：圣诞节谁是主角？谁救赎我？谁曾应许？谁为主去呢？圣诞属灵教室，圣诞与你，陈一华牧师同你了解呢四个问题。12月15日起，逢星期二、五晚上10:30播出。